拜拜。阿姐，记得吃早餐哦。好，拜拜。哦，你撞壁撞的哦，走路没在看路的吗？因为就是你先撞我了。你下次再让我遇到我就叫我打你。不敢了。干嘛？这样。
然后他们就没今晚就开始是打我，打你这样，对，所以好 ，OK， 我知道，你在这等我，我去处理他们，好，等我，谢谢 ，OK。真的控制不了我的身体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吧？上课这样的情形都发生几次了？我说真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身体就不由自主的动了起来。没关系，最近呢，公馆国小有给我一个表演，需要两个人去完成。我看你这么好动，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。可是我不会半点的才艺。你看你的手一直这样子。看你应该是有弹钢琴的天分吧？没有没有，我真的不会，我都不会。跟你说，钢琴这种东西很简单的，你就练练就会了。你呢这么有天分，钢琴练个几天就没事了。加油啊！老师先走了。好，老师拜拜。哎，到底要怎么办？哎，怎么这么刚好遇到你了？你要干嘛？没有啦，有一个表演啊，要找你一起，你要不要当我的 partner？ 很简单啊。不会啊，我看你这么会结巴，你应该会 B-box 哦。你要不要干脆表演 B-box， 然后我表演钢琴？没有学过、啊。哎，可以啦，那很简单，你学一下就好啦，然后我到时候再找你哦、喔。好，拜拜。可是。练到什么程度了？不然你试看看啊。好。哎呦，不错哦，还蛮厉害的嘛。你看，就跟你说，你这一定可以的。这样，不然我们来打一次试看看好了。好。直接打四拍就开始了。好。到底有没有听懂啊？这明明就对啊，对啊，你们那边打岔我哎，真的是，啊，算了，我们从这边继续好了。好，好啊，来啊，开始喽。哇，哎，你怎么练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你看，这个都比你好，你看，对啊。你都没有回家认真练哦，你看这个都那么厉害，我看你还是回家再认真练一下好了。那我们
再试一试。看，你又忘记翻谱了。你跟你讲过多少次了？对你的头啦，要记得啦，跟你讲过很多次，每次都忘记翻。我们从这边开始好了。这里 ，A 这边，对，这边。那我先打。一样打四拍，对。今天终于敲完一次了，算了，你先回家再练一下好了，把那个节拍弄对，不然我们这样才能有办法表演。算了，你再回家要认真多练，照拍子练个几次啊。好啊，好 ，OK 啊，好，这小意思啊，多练几次就 OK 了。好啊，那书包记得要收。哎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在这边啊？对啊。怎么了？干嘛不讲话？心情不好。你可以跟我说啊，我们两个一起想办法，比较快解决啊。不要。哎呦，快啊！我们都认识那么久了，这还不跟我讲？我真的可以帮你，所以两个人可以一起解决啊。就，我被他们打了。你又被他们打了，上次他们那个吗？对。哎，算了啦，别难过了。结巴其实没什么的、啊，你看，我们这个星期天还有最后一次练习机会，我们要好好的把握，证明给他们看，让他们知道，其实过动或结巴根本没有什么东西。好了，你看时间也差不多了，蛮晚的了，走啦，别难过，我陪你回家啦。哎，走了啦。走，快点！哎，嘉宏，那就再弹一遍吧。好吧。好。那我开始了。好。你讲看看台词。没有，是我的，因为他是从这边。就是你刚刚不是分四两角？然后他突然你再分四两角一次，你再分四两角一次。分四两角。是。哎，你怎么那么刚好我在这边呢、啊？你要干嘛、啊？哎，我刚刚接到一个活动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参加、啊？小事啊，很简单啊，就是跟我一起表演的、啊。